好，来保留起来，来保起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Times 的孔书航，我在女总裁的《天生高手》中扮演韩志明。爸，我回来了。我从来没有说在剧组，在一个剧里面待过长达3个月。哎呀，瘦多了。也是我这么久以来进步最快的一个戏，也是学习最多的一个戏，包括跟雨桐对戏。很深刻的就是一场吻戏，其实我们俩特别的熟，私底下是很好的朋友。在镜头面前拍这样的长袖头呢，是特别的尴尬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真的那一天紧张到不行，并且雨桐一直让我漱口。我说为什么要漱口？后来发现是有必要的。3、2、1，走！这个台词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当时感觉是一个挺珍贵的经历吧。我其实私底下是一个对自己非常大大咧咧的人。如果我谈恋爱的话，我可能会照顾他的每一个细节，这是一种责任。我从歌手转到这个演员，我需要学习很多东西，我不怕遗憾，会慢慢的成长。我其实生活中是有一点偷风，有的时候有一点傻，有点呆吧，所以大家觉得那是萌。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歌迷朋友包括粉丝对我的一个支持。女总裁的天生高手呢，是一部爱情友情商战的青春都市偶像剧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女总裁的天生高手，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，相信大家能够在这部剧中看到不一样的